是一段摧毁正义的真实故事，也是现今社会上罕见的师徒情谊。师徒是中华文化中保留下来的优良传统，李师傅和弟子之间的情谊就如同白镜是一般。今日太极门师徒以身试炼，发誓心恶，在遭受顽固的苦难中，犹然勇敢捍卫正义，牵手同心，坚持真理，更从中看见了向人之苦。师徒共同经过艰辛，并见证了真情，一部为正义奋斗的血泪史。正义，正义第六集。就在太极门被抹黑所杀了后，过年的年底那一天，詹文林拿着天价的税单，找来职业是会计师的地主，跟他们询问说：“你看啊，这是什么会呢？”原来啊，国税局只敢那凭着候选人检察官不实的起诉书，就在1997年年底第一次发出了1991至1996这六个年度的税单。地主看这个税单，就甲因师傅讲：“师傅，你放心，国税局摸唔到去啊，这地主来处理。敬书礼是传统礼俗中的政务，在《所得税法》第四条第一项第十七款，伊就有讲，这是属于免税所得，唔免扣税。”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按1966年成立以来，一直都拢无扣税的问题啊！只要去甲伊说明、讲清楚就好啊。想袂到，这一声的承诺，和会计师专业的太极门地主伊啊，领着东门的律师师兄姐，一脚踏入到税务行政救济的轮回了。用了20几年来处理，也搁阿未看到进步的所在啊！按清溪至白头毛，因将来拢无退休过。太极门是台北市国术会、台北市道教会、中华武术总会、中华气功协会、中华民国道教会的团体会员。财政部曾经函释讲，教会团道人接受信徒的政务，这是免纳所得税。台北市国术会、中华武术总会、中华气功协会也曾经发函表示讲，团体会员将来唔免，因为收受地主政务经书礼，你遭受国税局来扣税。按宪法到咱的民法，拢有保障人民政务的自由。虽然国税局对外声称讲，经书红包礼是属于有对价关系的补习班学费，可是啊，补习班的主管单位是教育部，教育部前后三度证明说太极门不是补习班。在1997年10月29日，教育部就说太极门不属于补习班。1999年12月24日也发函说太极门并非补习班。2000年12月21日，在立法院公听会，教育部再次说太极门确实不是补习班啊。救济过程，国税局坚持因的主张，不肯承认错误，地主只会当那依法提起复查，那向财政部部长、处长去甲因陈情。彼时的王德山处长以及后来颜庆忠部长，因拢讲，恁太极门的税务案件，彼是由刑事案件所衍生，刑事那终结，税案自然得解决啦。王德山处长伊阿哥讲，
我也是幸福的。我甲阮太太过年过节嘛会包红包，共用舒服。善良的百姓就安尼搁在一处，相信了政府。因为讲国税局发单之初，根本就无去查，无去查，错误一大堆，所以税单真紧就被财政部数管会撤销啊。但是各位看官，您知无？在台湾，税单被数管会撤销了后，大部分又阁会发回国税局，重新阁发单出来。撤销只是一个假啦。每次税单被撤销了后，国税局只敢那个数字阁底下改改的，就又阁发出税单。江文林阿母曾经伊在高处发函去问国税局：“你这个天文数字是如何计算的呢？发地发证何在呢？”国税局啊，从来拢无实质回答。一副就是啊，伊的官，他叫文书多，林世民奈我何？这种的态度啊！太极门税务案件，都伫发单复杂，数员撤销复杂，数员撤销一当中，不断不断地的轮回。你人民的身家财产早已经被冻结，都那亲像阿妈滚红，吃掉咧，喘一口气都足困难咧。予咱人民伫行政救济之当中无比的劣势啊！你为着查一天找回清白，愈来愈多虽然毋是会计专业，却愿意有那研究的在地主，一个一个因找出因的时间，陆续加入到平反冤案的行列，嘛尽一份因自己的力量，想袂到。张盛和做了台北国税局局长了后，这个情势是愈来愈凶险的。在1998到2002年，数管会五次撤销税单，拢要求国税局要查明竞事类性质。因此，2002年，国税局就抽样寄发了函查表。含查结果有206分，全部拢总全部回函，该表示讲竞事类是政务，但是台北国税局却甲含查的结果共藏起来，白贼讲主张政务的只干那九个人。后来同款的资料去到中区国税局，206分，煞被改做5分啊！国只干那五个人主张尔，甚至了后，台北市国税局局长林中元，伊竟然家己做表篡改政务，只干那零，也就是无半个人。国税局蕴藏含查表的行为，造成太极门第6次诉冤失败了。2003年的7月，税案第一次进入到行政诉讼。进入到行政诉讼了后，2003年8月26号，行政执行署突然通过全国金融机构，讲要冻结江文林夫人的财产。地主因则着惊，发现讲台北国税局已经把案件移送强制执行啊！在台湾进入诉冤阶段，不论税单是不是有正确，咱税务义务人都要先缴纳半数，也就是讲提供1/2的担保，才袂被强制执行呢。恁知无？但是江文林阿母所有的财产拢被检察官给冻结了。无财产会当来提供担保，所以就被移送强制执行。
将文林阿母赶紧就去提出申请，刑事一审就伫要判决啦。但判决了后，若讲法官将财产改动的话，就会来提供作为担保啊。2003年8月29日，国税局发函同意申请，行政执行署嘛发函核准，延后到同一年11月才要执行。但是，看后真林和平，迄年10月15日，法院通知解除冻结，国税局是伫10月20日偷偷啊发函，伫要叫执行署提早执行拍卖，无通知当事人。搁较离谱是，伊甚至是多改公文啊，将发文日期颠倒头天5天，到法院通知解除冻结迄一天啊，竟然会当按10月20日甲头改期变作10月15日。11月上旬，当事人才收到通知，这时发现银行存款啊甲股票，早拢已经予国税局啊甲执行署联手偷领偷卖了了咯。伫提出行政诉讼了后，法官煞发现讲，国税局用啥物手法咧？是用立刻牌啦，颠倒甲夫妇的呢，甲日期倒头天，被法官发现这个事实，台北国税局正阁将头领头尾取得的金额，这个奖金呢，甲大家讲，因已经藏入去因私人的垃圾啊去啊啦。国税局即马用退税的名义，先给咱人民，这项的钱，这咱国家的钱来还啦。各位看官，无讲，我相信大家一定想袂到讲，国税局竟然会当有遮济想袂出来离谱的行为吧？在这种的情形之下，在咱台湾又阁该当如何来进行行政救济呢？请继续收看《正义》第7集。